你就把我想象成是一个仇人。没有怂。你把我想象成是一个仇人，然后我们对看10秒钟来。好可怕呀，他，他的眼神好可。不是，是我仇恨你，你不能仇恨我。我不能仇恨你吗？然后我来干嘛？剪刀手布，然后赢的就是男生女生配，赢的那个人可以指一个方向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男生女生配，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布，啊布，男生女生配，剪刀石头布，配。但是我发现刚刚剪刀石头布一直是我在赢。对。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都没有甩过头。徐阳有一种游戏终结者的能力。剪刀石头这会不会是本节目最不搭嘎的两人组啊？